去玩好玩的穿越，那我们上次讲序号。再讲一下，等一下。嗯嗯，你们先签到一下，对不对？我们先整整一下好了。我们在讲礼包的兑换嘛，哈，自己讲一下，到期。超帅的，那也少当。自己讲一下，哎，我们要不要讲厨子啊？我连笔子都讲一讲好了，我们就来一个整套的，好不好？而且那笔子，那如果你除到6000，最贵的话就6000，是不是？哦，3150。最贵很像3150的样子，就6000赚，应该是台币吧，30比60嘛。好，那除方式呢，就是点那个右上角这边有一个 price， 那像是30的话，就在这边，好吗？从这边来除值，钻石的出发与比值，那这个比值给你们参考一下吧。那它有双倍送，像首次才有双倍送的样子。钻石的出发还有比值几，再讲一次，我上集讲李白，不是上次讲谁啊？再要讲最美的路西法。哇，我大尖叫。好，我们今天讲路西法的技能啊，还有那个厨师法与壁纸。那我讲的技能在这里啊，惩戒啊，好吗？光翼路西法的技能，然后它的比值在这边。OK。